帮白月峰家的火锅店打工，却给他惹了麻烦。他看起来瘦瘦弱弱的，却没想到都怪我，害你挨骂，还影响生意。不怪你啊，你第一天来没遇到过，有情绪很正常。这样的情况会经常遇到吗？谁让你没事回来把人的大炮了？这个店会西北风。谁让他们嫌欺负人的？每次都让，每次都让，这次我不想让。 别带我小心翼翼。我去买药。哎，别，我没那么娇气。谢谢你啊，李二师。你别老叫我全名，生疏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叫你诗诗还是艾诗？叫我二十吧。我可是这条街出了名字的李二十，一分钟出现二十次。<笑>一分钟出现二十次，这什么理由啊？行，我记住了，二十。嗯。 快点用叔叔拿扇子！丈母娘发话了，哎，我来，阿姨，我来，我来帮你。